肖战曾经也演绎过这首歌，他套集了净土时动作干净利落，节奏明快，既有少年感又有成熟魅力，完美的诠释了极乐净土这首歌取得意境和氛围。杨超越是娱乐圈的实力新生代，不仅有颜值，更是凭借讨喜的性格成为火箭少女的黑马。万万想不到她曾经还翻跳过这首歌，前奏一响起，让不少网友怒在杨超越，还有什么是你不会的？在2017年参加了《这就是街舞》节目，与其他选手一起表演了《极乐净土》，他的动感和帅气也让观众大呼过瘾，也让《极乐净土》这首歌再次火爆起来。在大街上大跳《极乐净土》，清纯可爱，舞姿灵动，完美还原了原唱美伊里芽的风格。小姐姐不顾路人的目光，自信地展现了自己的。